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是4月27号周二，欢迎收看台州气象。四月已近尾声，前两天的春日暖阳真的是把大家热懵了，大街上到处可见夏装，似乎初夏就这样悄然而至。但今天的天气告诉我们，春天并未走远。受高空槽和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，今天我市的天空明显阴沉了下来。上午起呢，自西向东转阵雨，局部有中雨，气温也是因为雨水的到来受到了打压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最终是止步于20度左右，相比较于昨天下降了3-4度。预计这波雨水会持续到明天，雨天